会问我我怎么过来的这一天。这边有分数，你看到了吗？所以我们是要跳下去吗？哦，满满都是分数哎！耶、yeah, ，快拆！什么东西好大声？音乐吗？你看，我自己都觉得音乐有点大声，要小声一点。你为什么不帮我拆？太多了。没了吧？前面啊，前面还有一个。哟，等一下，我打到下面的铁砖，这样。那边有个分数在飘。我知道啊，我刚刚从上面打的，然后它喷下去了。看来是一定要下去了。Are you sure？ 我记得这边还有一颗哦，因为我刚刚在找东西的时候看到。哎，你看，真的有，哈哈。聪明，有上去的路吗？没有，没有楼梯。那我只好再去跑一次了。跑什么东西？五格哎、欸，五格跑酷是可以跳五格的吗？哪里呀、啊？哦，我看到那边有重生点了，所以你应该先去那边设重生点。对吧？对啊。对啊，就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被霸凌了耶！他拿弓箭射我。谁啊？我吗？对啊。请帮我打那个霸凌专线好不好？我觉得我被霸凌了。哎、欸，我自己好像是，这个画面有点看不清楚。你人在哪？你人在哪？为什么我没看到你？我才想问你人在哪里。我在那个跑酷啊。我在这边啊。你在哪里？抬头。抬头啦。不是那边了、啊。哪里啊？哦，你走在那么远的地方。你们走在那么远的地方。你们怎么要跳那边？那边有任务啊！你问我为什么要跳这边？那你跳跳看哈。跳不过去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觉得五格是不可能过去的。可是它既然会有射重生点，就表示有办法、啊。有啊，从灯那边走过去是有办法了。喂，等一下。你也先帮我在那边设个重生点嘛。重生点。重生点，这里这条路我们就还没走过。哪一条？我真的觉得这条路我明明就走过了，你白痴啊！哎，真的假的？有啊，这边有梯。好了，这个梯子我没下去嘛。那边有重生点，哦，从那边跳过去。哦，这是漂浮，好酷啊！专业 TP。啊，对不对？嗨。专业 TP， 哎，没办法、啊，这冒险嘛。他没有说不能作弊，等下他有说不能作弊吗？哎，跑酷，对，我觉得就是玩这种冒险地图，就是要带一个会专业跑酷的，这样说吗？没有，不专业。吃到没食物了，我身上很多食物啦，你要吃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上不去？啊，
快中了！你在哪里？我突然觉得我应该等你，对啊，我等你到就好了嘛。真的吗？因为我已经快死掉了。这边真的没办法踢啊！不对，这边真的没办法跳吗？四个可以跳啊，四个可以跳啊，真假的？一二三四，他们有五个啊，是有点强人所难啊，我们就哦有啦，有五个哎、欸，请问五个是可以跳的吗？五个应该是二三四，有啦，四个是极限跳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印象中四个是。对啊，那这边是跳得过来的、啊，但是就是极限跳，这真的是等 TP， 等 T， 等 TP。差不多了。什么意思？差不多可以 TP 了。专业 TP。嘿嘿嘿嘿嘿嘿，为什么？哇塞，这是怎样用我们爬这个？这边有个分数。嗯，哟，等一下，前面有苦力怕、啊。哎呦、嗯，这好像在走钢丝哦。我不要。停一下，冲刺跳 ，shift， 好 ，OK， 再跳，哦天哪、啊，冲刺跳 ，shift， 好，跳，好，冲刺跳 ，shift， 哎，我按 shift 了哈。我不想玩啦，玩舒服特了吼。欸，结果我找到的是小猪铺满欸。就跟你说，绵羊在刚刚那边极限跳那边啊。那这是怎么下去啊？这直接跳下去吗？好啦，既然我们都找到小兔铺满了，就挖他屁眼吧。对不起，我是这样讲，麻烦你。对啊，就只能挖他屁眼了。等一下你要食物哦，给你。巴斯，终于有人来这里了。请把我带出这里，我好害怕、哦！跟着我去车库吧，快点！可是我们这边的任务还没完成哦，我们还有那只绵羊。这边有电梯哈、哦。哎、欸，好吧，可是我们没有完成任务哎。可以再下去啊。我们没有完成任务，不行，我们一定哦。一定要完成任务。这边，走这边。可是那边那两颗分出来是没有办法拿、欸，难道真的只能用跳的，然后去拿吗？哪两个？就你站在楼梯往后看啊。这边太多怪了。砍牛不会掉那个，我知道为什么那个，我觉得应该开启掉怪物掉落的，这样我们砍牛才有东西吃啊！你忘记有熔炉了吗？哦，可以烧东西。对啊。那有木材啊，可以挖东西，怎么样？
好笑吗？行欸。好啦，我觉得我们先到这边暂停一下好了，我肚子好饿。欸，不要！好好好，我就用死亡做个 ending， 先到这边结束。我要，我肚子好饿，我想吃东西耶。你不想吃东西吗 ？OK 啊。好，那就先到这边结束啊！还没有吃东西的，赶快去吃。欸，等一下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让我好好把话讲完嘛！还没有吃东西的，赶快去吃。晚安，先休息喽，大家拜拜。